乐高人说乐高事，乐高新事成之，欢迎回到不亦乐乎会客室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滴滴，我是 TY， 各位室友新年快乐！穿新衣戴新帽，会客室新春首发，团圆玩乐高的时间又来喽。每年乐高啊都带来应景的春节合组，今年又有什么新气象呢？让我们跟着新春白兔的脚步，一起迎接农历春节喽！影片开始之前，会客室订阅起来，铃铛也别忘记点下去，欣赏新春超豪华花车，今年准备红兔大展。从2019年的团圆饭开始啊，乐高就展开了亚洲春节的新系列，陆续带来彩球舞龙、新春庙会、元宵灯节、百趣盒以及冰上西村等合组。会客室之前呢、也介绍过春节舞狮以及年兽传奇两款合组哦。一砖一瓦中啊，也藏有许多文化的细腻意涵。从猪年一直到牛年，春节合组还搭上了动物头套的热潮，总是会在合组中啊出现超吸睛的生肖人偶。今年呢、我们来到了癸卯财兔年，乐高也应景的推出了80111新春花车合组，缤纷华丽的外盒，完完全全能够感受到花车活动现场的热闹氛围。不过每次春节合组都让我对熟悉又陌生的习俗感到很好奇耶，到底花车是怎么来的、花车呢是从上元元宵点灯延伸而来的民俗活动哦。汉代开始啊，以点灯来彰显佛法，到了唐宋的时候，除了静态的点灯活动之外，民间啊开始兴起一种名叫山车或是鹿船的动态表演，感觉好有趣哦。没想到在当时就已经出现了这么多彩多姿的民俗活动耶。唐宋山车啊都是由真人扮演在车上进行表演，来到明清的时候啊，山车成为民间迎神庙会的重要指标，而且啊因为结构华丽，有移动的亭台楼阁，所以有了义阁的称呼哦。记得小时候在台湾也有义阁哦，无论是由真人扮演或是由假人雕塑呈现，都充满着传统文化的趣味美感。台湾义阁啊分成庄台阁跟蜈蚣阁，庄台阁呢比较偏向单台车，而蜈蚣阁呢就是由多台车串联起来的形式。真人义阁啊当属北港朝天宫最有名哦，每年妈祖出巡的时候啊就有相关的游行活动。有兴趣的室友啊一定要去朝圣看看。义阁也让我想到日本奇缘记的山谋车哎，或是巴西嘉年华的巨型花车，不同文化但华丽感都是满满，也让我想到之前乐高广告里面 Katy Perry 的混搭版花车，实在是太有趣了。这次8011新春花车啊，是刚刚提到的蜈蚣阁形式，是以三台花车串联而起的巨型阵势，每一台车上啊都有着不同的主题跟表演哦。除了串联的形式，三台车啊也都能个别移动哦。说明书也贴心的分成了三本，吃完团圆饭跟家人一起来拼装，也是很不错的饭后活动。翻看说明书，三本的开头啊都有一张横幅的彩图，过年的欢庆气氛啊跃然纸上。而且啊，图片中就藏有花车合组的细节，超级漂亮的。另外合组这次居然内含高达18位人偶哎，每一位的服装都是超级喜气洋洋的哦。接下来就让我们分别来看看三台节庆气息浓厚的花车，以及他们所属的主要人偶群们相互有什么样的关联，各自藏着哪些有趣的细节吧。咚咚咚咚锵。打头阵的手车啊，马上看到今年的生肖吉祥物，一只巨大可爱的白兔啊，矗立在车体前端，车身周围啊，使用了不同层次的红色为基底，加上了黄色、金色来呈现喜气感。点缀着些许的湖水绿，带来典雅的气息，让人想到舞狮合组里面的牌楼哦。前方与侧边啊，挂上了金色钩状装饰跟金热狗，对称展开，呈现古典的蝙蝠纹。花车前半的黄色区域上面啊，围绕着金色圈框，巨大的春节白兔啊，身穿醒目的红衣，后脚啊用白色的大圆盘呈现蓬松的毛毛腿，圆滚滚的手啊抓着大家都非常想要的大红包，红底金线啊绘制了威武的狮头跟梅花，非常的漂亮。砖拼形式啊呈现可爱的白兔头，咪咪笑的红色眼睛啊印在砖上面，头上啊还戴着一顶拜年用的瓜皮小帽，白兔的耳朵、头部都可以调整不同的角度，而身躯啊连接着科技零件，当你推动花车前进的时候，白兔就会上下摆动，就像是捧着红包在拜年一样。在白兔圆圆的尾巴后面啊，散落了几枚超级精致的铜钱，这个根本就是财神爷铜钱的放大版。铜钱放大、让今年都赚得盆满钵满。兔子后面呢有一个圆弧的高台，能够将人偶放置其中。侧边啊挂着米色圆盘跟米黄云朵底板，兔年创花图啊就贴在正中央，边缘呢写上了一个卯字，这个啊就是兔子在12支里面的排名。而远远看这个圆弧高台呢，也蛮像一弯明月的，说不定啊也同时呼应着著名的月兔传说哦。作为花车打头阵的首列车，隆重的为大家带来可爱又喜庆的春节兔主角。白兔花车呢，可爱又华丽。这台车的主角就是这两位一红一白的喜庆人偶哦。笑开怀的女孩绑着头巾，留着跟齐小天同样的发型，一身亮红色棉袄造型，中央一排传统盘扣，腰际还有两个小口袋，中间跟背后都印着2×2砖的俯视模样。在抽抽乐20代的武术小子道服上也有类似的图案哦。女孩手持一串春节必备的长炮竹，金红双色的杆子啊，很有金箍棒的感觉。另外一位则是每年春节的灵魂角色，以当年度的生肖
照作为动物头套，这一次啊，轮到可爱的兔子女孩来拜年咯。与戳戳乐曾经出现过的兔子人不同，使用了全新的白蓬蓬兔子头套，像是猪年、鼠年、牛年以及虎年一样，印上了动物脸庞。头套里呢，露出笑眯眯的表情，身穿白棉滚边的红色棉袄，上头啊，印制着金色烟火图案，中央呢是吉祥喜庆的寿字纹，配上白色腿部，就像一只白兔穿上了红棉袄的感觉。手持一盏新春灯笼，灯笼的图案呢、延续传统，改成了兔子模样，让人想到先前80107元宵灯会曾经出现过的白色春节小兔兔哦。穿接白兔花车的、是节庆气息更加浓厚的锣鼓阵花车哦。车底四边延续色调，稍稍调整了组件装饰，前方啊贴着典雅花纹，中央蓝绿弧线中绽放着花开富贵，车手架起一座红柱小牌楼，以蓝绿弧形砖为屋瓦，贴着黄色祥云底图，中央呢更挂起一枚超级亮眼的金色大锣，车体像是舞台一样有高低阶，前段以米色为底，中间架起平台，两旁装着米黄色云朵底板，中央啊贴上车体花纹的上色板，这个平台啊能将人偶放在上面独奏，后面牵起一片长长的长条塑胶片，上面印制着红色以及蓝绿色布条，再加上黄色云朵，最后呢扣在后方牌楼顶端，这个啊就让人想到80039天庭合组的祥云装饰，也像仙女飘飘然的优美彩蛋，更象征着悠扬的春节乐章哦。车体中央啊架起一枚巨型大鼓，用大圆盘当作鼓皮，这个啊在之前的专拼波浪鼓也有用过同样的手法哦。边缘装饰着鼓点回卷纹样，在大鼓后面有另外一座较大型的牌楼结构，像燕尾般的边缘挂上了灯笼，顶端正中央啊再安上了另外一面锣作为精神象征。大鼓前面啊有着小小的站立点，后方牵起长长的金色尾巴，放上人偶只要将花车向前推动，同时啊也会牵引内部的机关，让人偶能够左右摆动，这样啊就能还原游行击打大鼓时的振奋时刻咯。第二台花车的华丽细节令人目不暇接，就透过欢声雷动的锣鼓乐声来敲开新一年的好运气吧。花车呢有着大锣大鼓，锣鼓阵队当然就是这台车的主角咯。先前啊舞狮合组就有出现一群锣鼓表演者，锣鼓阵呢则是迎神或是喜庆场合最常见的音乐阵容。这一次的合组啊带来一群锣鼓女子天团，身穿蓝绿色调的精致队服，中央呢有着像是莲花般的图腾，挂着金色装饰，细节呢有像是珍珠般的颗粒，帅气利落的红色布缠啊延伸到了背后。锣鼓女子天团中啊这三位乐师梳的整齐的包头，除了这位有着帅气的新表情之外，另外两位啊是在各系列中常见的表情哦，他们啊分别敲打了手锣、手把以及小鼓。这位啊留着黑长发、绑着双边发髻以及辫发的女孩，光是发型啊就足以堪称是锣鼓仙女了。保持的笑容，手持金色鼓棒，虽然看起来甜美可爱，但她居然是主要击打巨大叫前鼓的鼓师哎。最后一位留着俏丽发型的乐师，想必是龙小娇的头号粉丝，眼睛下面呢有着标志性的美人痣，站立在车前高台上啊弹奏的琵琶。这把琵琶零件的基础呢，就是22代吟游诗人手上的鲁特琴哦，琴身上印着优美的纹路，以及被称作品的横行音位装置。可别以为乐高只是把鲁特琴零件改成琵琶而已哦，其实啊取景琵琶的外观就跟鲁特琴一样，甚至啊就有一派说法认为琵琶与鲁特琴啊可以追溯到相同的源头哦。除了锣鼓阵游行活动的另一组灵魂人物就是这对男女哦，穿着浅蓝白色的中式团服，肩膀用金线勾勒着一个小兔子，延伸到背后啊写上了卯字，腰部啊缠着蓝绿色布条，发型与脸部呢算极度路人感，但他们啊其实早在80107元宵灯节合组里面就穿着2021年的牛角帽 T 登场喽，隔年的春节百趣合里面也能够看到他们改穿工作服努力大扫除。今年呢、他们受邀来到花车队伍中担任表演嘉宾，表演什么呢？就是台湾人也非常熟悉的大头佛哦。大头佛啊，在舞龙舞狮的传统习俗里面啊，都是引路者的角色。舞者呢，会带着笑开怀的面具，手持大葵扇来引导舞龙舞狮前进，驱逐瘟疫并带来欢乐。乐高啊，使用了2021年首都在萨诺斯身上启用的大头零件，改成了粉嫩肤色。男生光头啊，只留下了一撮毛；女生啊，则绑起了可爱的双长辫。换上去之后啊，节庆感非常的到位。手持巨大喜庆旗帜，一边迎春啊，一边广纳吉祥，也在福气之中啊，求取年年有余哦。来到压轴的这一台花车咯，上头盘旋着是一条绿色的飞龙诶，车体四周加大了红色弧形，点缀着橘色花朵，车头正中央是一块放大版的 2×2 橘色砖，后方则平摆着一片 1×2 的嫩绿色砖，中央挂上兔子剪纸春联，车尾区域摆着大小箱子，小箱子放着节庆用的冲天炮，边缘挂上两条金色祥云，侧边则再度放上米黄云朵底板，在云雾中能够看到盾形零件串成的龙鳞，而它的主人就是这台花车的主角
奥利飞龙哦。奥利的名字啊，来自于乐高创办人奥莱克里斯蒂安森，他是全球 Legoland 的园区吉祥物，也能够在几家大型的乐高店内看到他的身影。虽然颜色很容易想到1993年巫师马斯托斯召唤出来的绿龙，但相比起来啊，奥利更像卡通，也更和蔼可亲一些。奥利呢，曾经在40306 Legoland 的城堡以及80036蓝灯城中现身过，这次啊，再度以砖拼的模样来共襄盛举，绕着蓝黄色大砖块，一手拿着变成金色的喜庆灯笼，一手春联写着乐造新春，颈部头部的拼法都跟蓝灯城一模一样耶，不过加上了红色小帽子以及冲天炮的装饰，延续前两台的结构，推动第三台花车前进的时候啊，奥利飞龙就会原地旋转，感觉如果 Legoland 园区有花车大游行的话，那这台奥利飞龙花车一定会是超级吸睛又应景的。奥利龙花车啊，带来对 Legoland 的致敬。这台车人偶阵容呢，也藏有彩蛋哦。三位人偶一字排开，虽然都穿着跟炮竹女孩一样的红棉袄，但是啊，资深玩家马上就能从他们的帽子领略到，这三位呢，这是代表乐高经典的城堡、太空以及海盗系列，再加上城市，他们就并称为是乐高起家的四大系列。1978年啊，克努森大师设计出了现今乐高人偶的雏形，并从警察车、黄色城堡以及太空运输舰打开题材。1989年，红胡子船长啊，驾驶了黑海梭鱼号现身乐高世界，海盗系列正式登场。这位花车人偶呢，就戴着经典的船长帽，无论是称霸一方的海盗船长，或是代表正义的帝国军官，都会戴着象征位阶权势的双角帽。而在帽子下面呢，可以看到小小的助听器。乐高啊，越来越拥抱现实世界的模样，手持兔年可爱春联来拜年。再来这位头盔哥啊，则是城堡系列的大粉丝哦，戴上了经典柯林斯头盔，呼应着黄色城堡四大势力的装备，颜色呢特别选择了最初的浅灰色调。不过看他腮帮子鼓鼓的，应该是在春节曾戴过老鼠头套的吃货哥哦。后来啊，他在庙会里大啖烤肉串，也在灯节现场品尝元宵汤圆，现在则是拿着糖葫芦哎。春节还是要注意饮食正常啦。注意看，这个男人太眼熟了。太空帽、氧气罩，不被认出来的话，马上就要被认出来了。第三位人偶啊，穿着太空标准配备，致敬最初始的素色太空人。虽然感觉跟冰淇淋装一样很热不透气，但紫色太空帽啊，终于正式登场。紫骑士单丘终于能不用担心头盔一直被抢了。而最让人惊喜的啊，就是首度出现的紫色氧气瓶，大家一定迫不及待要抓出抽抽乐22代的大嘴外星人以及紫色手臂人偶，准备要来帮这位花车人偶好好换装。紫色太空人啊，在这一刻终于能够惊喜现身了。加上24代抽抽乐新登场的棕色太空人，开春啊，就让太空迷们惊喜连连。拿一张圆弧春联，上面写着红兔大展，没想到外国人也会用兔年谐音来祝贺。其实啊，除了双脚帽、头盔以及太空帽之外，刚刚车尾摆放的大箱子里面额外放置了城堡系列的绿林军猎手帽、城市系列的白色消防帽以及红色安全帽，让这三位乐高系列的资深粉丝啊，在游行中可以更换不同的帽子，呼应不同的系列，也勾起新旧玩家的共同回忆哦。看完了三台花车与相关人物之后，路上的观众也是很重要的存在哦。合组中这位就是好妈妈代表，毕竟她的发型在几位妈妈角色上都使用过嘛。穿着一件保暖又鲜明的橘色格纹毛衣，一边喝着奶，一边带小孩来看花车游行。合组里出现了三位小孩，依循过去传统，配上全新印刷的服装，拿着烤肉串的小女孩穿着粉棕色保暖夹克，上头印制着树木标志。看来喜欢户外活动的她，说不定是吵着妈妈想看花车游行哦。这位小女孩呢，算是老班底之一哦。套着跟抽抽乐小马女孩一样的毛毛，在过去春节合组中啊，她总是非常的亮眼，发型呢也有很多的变化。这次啊，她穿上了红黄相间的羽绒外套，口袋上呢画着一颗橘子，背后啊还用橘子跟梨子来谐音大吉大利。她拿着平板电脑，正在与同样是春节系列老班底的爷爷奶奶视讯通话哦。刚刚领到舞狮红包的小男孩，在过去各款春节合组也曾经出现过，看来应该是毛衣女孩的家人，留着跟怪奇物语威尔同款的拖把头发型，跟2019年团圆饭时期的小呆瓜头还蛮像的，蓝绿色帽 T 外穿着夹克，正面印着孙悟空的大头，背后还有小小的筋斗云，真不愧是悟空小侠的头号粉丝啊。看完男孩女孩老班底，就绝对要来看看春节系列的两位隐藏主角，他们的爸爸跟妈妈。这对夫妻啊，从2019年团圆饭开始，带着儿女啊，先后参加了春节庙会、元宵灯会。他们呢，也陪着女儿进行六习俗中的守岁。夫妻两人都穿着不同的应景新衣服，短发依旧俏丽的妈妈穿着跟毛毛女孩同款的大吉大利羽绒外套，母女装啊超级温馨的。爸爸留着西装头，披上红围巾，还蛮有唐师傅的既视感哦。身穿保暖度满满的针织毛衣，半框眼镜啊，已然成为爸爸的标配了。转过来啊，这次居然加码换上了兔兔款镜片，真的是一位童心未泯的爸爸。每年不缺席的春节主角夫妻俩啊，这一次还带着儿子女儿一起来参与春节花车的热闹游行哦。
以上就是我们8011兔年新春花车的深度合组解析，透过乐高来呼应华人传统春节文化，也让人放下3C，重温过年时期最有趣温馨的合家活动。巨型白兔、锣鼓阵头啊，衬托兔年新春的热闹滚滚。奥利飞龙呢，也迎上了近年热度不减的经典回忆杀。18位人偶群呢，各有细节。白兔生肖人偶收藏起来，红兔大展好运一整年。紫色素色太空人呢，也终于来团圆喽。最勤劳的一家人啊，再度亮相，换穿新衣，象征新年万象更新。今年的新品啊，也让人非常的期待。过年出门走春，又想入手新合组吗？桃园专心球啊，绝对是首选哦。应有尽有的新品，让大家从过年春节一路组到元宵灯会。哇，那春节跟家人朋友一起来看花车，是我们最喜欢哪一个主题，或是哪个合组细节是你印象最深刻的呢？欢迎留言跟会客室一起许下新年新希望。如果想看到更多乐高相关的介绍与故事，按赞订阅小铃铛，记得帮我们用力的点下去。笑迎福兔，喜迎春，跟着新春花车一起兔飞猛进吧，拜。